登記咗唔去投，點搞咧？哥，有票有得揀，你真係揀先得噶，哥。唔係你叫佢登記，佢唔出嚟都冇用。唔該各位，你真係支持泛民主派嘅，唔該你出嚟投票。第二，如果你係冇票投嘅，唔該去登記。第一個係重要過第二個嘅，我覺得。我哋根本就夠選民。如果你聽咗今日嘅嘢，你覺得我講得啱，有票唔投揾自己份嘅咧，唔該，你登記做選民，唔係啲眾份，份中之份，大份象。我再講一次，我而家就呼籲所有登記咗嘅選民，你係支持泛民主派嘅，我叫你做活火山，唔好變咗死火山。嗰啲未做選民嘅就係死火山，唔該注冊做活火山，嘣一聲爆出嚟，咁我就話咧，我哋就有機會結束一黨專政啦，係結束保皇黨一黨專政，一定死，係咪啊？喂，俾人哋結束保皇黨一黨專政啊？我想問你，譚耀宗得唔得先？喂，你自己保皇黨一黨專政，話結束一黨專政都唔俾選，你係咪驚先？你驚啦，受皮啦！